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體育發展嚇。Football can produce like a united for the Hong Kong。截至依塊地咧，我哋係會分期嚟到起嘅。I really wish that not happening like that。Yeah, will be sad。受傑之地仲話重視體育，這就是梁振英。大家先啱啱開始撐翻自己人，提翻本地波，佢即刻出招，想收翻傑志九月約滿喺石門呢塊佔地 1.5 公頃訓練中心地皮同鄰近一幅地嚟起樓。特區政府非常重視，非常重視，非常重視體育發展嚇。咁你又收人塊地？依塊地咧？我哋係會分期嚟到起嘅，第一期嘅公屋發展計劃咧，係唔影響傑志用呢塊地咧嚟做一個傑志中心。話有人提議過將啟德體育園搬去欣澳方便起公屋，但佢都決定留翻嚟做體育園，所以政府係好重視體育啊。咦？唔知之前邊個話體育界冇經濟貢獻嘅咧？啊，有時記性好啊，真係好麻煩嘅。傑志就出聲明話個場前後使咗8400萬，而家同中大傾緊起多個運動科學中心，話如果政府收返塊地，一定會重挫香港足球嘅未來啊。CY 之後就話未揾到另一塊地替代之前，呢幅地都會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俾傑志喎。